朱立伦、侯友宜手牵手扶轿，但这地点乔慈惠宫也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发迹庙。他说他说然后是啊告诉我们借着妈祖和信众拉近距离，在神明面前针对柯文哲唠狠话，说总统不和后续也难谈下去，只是个人利益绑架全体利益。侯友宜这回态度缓和许多，外台都一雄是对人友善的，而且非常的诚恳，更重要的我是非常的重承诺，既然要合作，每一个人都是要拿出最大的诚意，站在互相对方来设想。只是蓝白婚姻还要不要结，双方对时间点仍没共识。柯文哲抛出11月20日为限，蓝营当然担心夜长梦多。我们的协商一定是开放友善的，而且希望越快越好。刻意不提时间点，那柯文哲抛出政党协商应纳入郭台铭选前签署合作意向书，国民党会签吗？政党在合作里面都会拿出最大的诚意，包括任何大家共同面对，如何来跟全国民众来做报告，一定有他的一些配套措施。那我作为一位媒人，我相信不管今天侯市长或柯市长，第一个一定是两情相悦，第二个这个婚前中后群稍微少一点啊。侯朱异口同声，共同合作，就怕两情相悦，到最后只是国民党一厢情愿。记者黄宏宇采访报道。